时间和人海 You know this is meant to be 你荧光朝向我走来曾志托你的福了没事哎小婉你们马上实习结束了要不这个周末挑个时间我请你们吃饭好啊周末可能不大行我约人了有事啊、约会吗妈那么八卦我已经进来了你在哪里啊都没有回你到了吗你在干嘛你等我一下啊下来接你那你怎么也不说一声会不会要不先把拖鞋换上啊你先看看这边有个厨房然后这个房子有两个房间这个房间的阳台比较大是给你准备的所以我们要住在一起吗不是我是想着你如果之后学习累了到时候也可以有个休息的地方嘛那我们去吃点东西嗯哦对了你还没有告诉我这个地方一个月要多少钱会不会很贵我觉得如果太贵的话是不是没必要你是怕我没钱嗯没有我是怕你乱花这点钱我还是有的我是想着这个地方不是离你学校近吗这样你以后休息的时间也能多一点把手伸出来干嘛以后这里就是我们家了宿舍202那个空调好像坏掉了怎么办呀、啊、哎呦现在暑假这维修工也休息了没办法处理可能要等开学之后了那我自己找人来修可以吗哎那我是不建议啊因为如果修坏了你还得赔、可是真的很热呀要不你想想其他办法我知道了拜拜啊这样啊我去接你啊接我接我去哪去我家呀
你在学校等我，我现在过去。好。啊，好凉快。哎，热坏了吧？嗯。把鞋换上。快看看，有没有什么想吃的？这些都是挑你平时最喜欢吃的给你买的。嗯，我今天就先吃这个，还有这个。这个不尝尝？嗯，可以了，剩下的。明天再吃。好。尝尝。嗯。你吃。不要。第一口你先吃。好吃吗？嗯。如果你以后住过来这边，天天都有这些东西吃。我去收拾一下。哎，你要不要去洗个澡啊？厕所里那些洗漱的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嗯，你在宿舍不是热坏了吗？去洗吧。嗯，好的，那我去了。洗完了。他怎么换了睡衣啊？在那儿干嘛呢？啊，我在处理工作。他玩游戏啊？还是之前的那个游戏吗？陪我一起玩。之前有玩过这个吗？我给你看看。一技能是往外面射，二技能范围的。教你玩游戏呢，你来试试。装备，用技能打的呢。把扣子解开吗？嗯。嗯。要怎么形容这一种感觉？
看向你的瞬间 is that kind of love that falls from heaven. I got nothing to hide. Lots of you dance on my mind. 曾经偷偷的掩盖藏在时光的爱，你笑得像冬日里的眷恋，温柔绕过指尖，像七月里满天的飞雪。 I got nothing to hide. Lots of you dance on my mind. 心无旁骛的依赖，用尽力气相爱。 This moment is crystal clear. 穿越过了时间和人海， You know this is meant to be. 你荧光投向我走来， Stars are like say it's forever now. 水晶般的爱，过去现在永远，你是我此生唯一。明天是不是还要上班啊？要不然早点休息啊。嗯，对，我确实也有点困，要不还是早点休息。很早的工作还要忙一下。记得锁门啊。女朋友亲手做的早餐一定要吃光光。芝芝的旅游策划案，那充满微笑和美好的地方肆意的生长，关于你的幻想，冬日的暖阳，像你洁白牙齿一样，一整天都在等你一个打扰。像微风来到五六月的花香，不太敢拥抱，连说话都蹩脚，时光太潦草，抱着向日葵的合照，经不起太认真的推敲。你好，你的外卖到了。啊，
我没有点外卖，不好意思哦。是段家许先生给你点的外卖。哦，你给我吧，谢谢。记得给留个好评。好评。我给你点了宵夜。跟你吃一样的，我陪你一起吃。给你个好评。梦幻城堡哎，这个小时候就玩过了。没事，他们这儿还有权益和最大的旋转木马。很晕的。你如果觉得这些项目太无聊，他们这儿还有还有这些比较刺激的玩乐项目。我会害怕的。那你看看这个酒店，我上网查的，评分特别高，入住的客人都说好，回头率很高。最关键的是它离这个游乐场特别近，如果你随时感觉到累了，咱们都可以回酒店休息。我不会感觉到累了。我不会累去住这个酒店，就很浪费。哦，不是，你是不太喜欢这个游乐园呢，还是不太喜欢这个酒店？都不喜欢。其实我不是觉得露营不好，我主要是想着露营那个地方有很多虫子，还有可能有毒蛇，我比较担心你在那边要怎么洗漱啊。而且如果营地突然下起雨了，也没地方躲雨，我不想你吃苦。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要去你计划的这些地方，那去的话油费要给钱吧，那到了之后游乐场的门票要花吧，哦，里面吃吃喝喝也得要花钱，而且你刚才给我看的那个什么什么双人套餐，那个也没有什么东西，为什么会这么贵啊？还有这个酒店，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我们刚换了这个房子，如果现在把钱又花在这种玩的，就……所以你不是不喜欢那些地方，是不想我乱花钱？没有，就是。本来也不想去。我就是想去露营嘛，为什么不去啊？我都准备好了，这么多东西全部都准备好了。那什么驱蚊水，氛围灯，纸巾、湿巾、拉巾袋、扑克棋类、花束、花篮、气球、泡泡机，玩的、用的、吃的，我全部都弄好了，这么齐全，为什么不去呢？准备的这么充分呢？第一次去露营，那肯定要准备的充分一点，以备无患嘛。而且你想象一下，我们带着这么齐全的东西去，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搭帐篷，一起搭小椅子、桌子，然后我们往那一坐。啊，特别舒服，然后听着海浪，吹着海风，然后我们就一起等日落、看日出，晚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小星星，满天都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只有我们两个人。这如果去游乐园的话就会很吵，但是如果我们去露营，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觉得。很浪漫。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诱惑啊。那就沙滩露营。
决定了，决定了。嗯，明天早上呢，7点我们就一起出门，然后我6点能起来收拾，我5点起来吧，我4点去叫你。7点这么早？怎么？我都没有打算要睡好吗？我再去检查一下，有什么东西没带啊？第一次的旅行计划就这样泡汤了。我们得加快一点速度了，因为看这个天光感觉已经不早了，晚上会很危险的，快点吧。那我们开始喽。啊。接电话。谁打给你了？妈妈。你出来，我进去。啊？你出来。嗯。我在里面。你在哪儿呢？啊，我在，你看，怎么看着放在帐篷里啊？对呀，我在露营嘛。哎呦，好舒服。你在露营啊？爸，嗯，没事，快，爸爸。哪儿？你这？哎，放在帐篷里。芝芝，你在哪儿露营啊？哦，我在朋友家露营。啊，在家里搭帐篷啊？因为本来我们今天要去沙滩露营的，但是下雨了，所以我们就在家里露营了，也很好玩。叫你去让妈妈看看。嗯，和你爸爸还想抽空去露营呢。啊？转一圈吗？我翻转了。你看到了吧？你看。外面就是在下雨，看到吗？那在下雨。这就是帐篷，这就是搭了帐篷。这里呢就是餐厅啊，看到了吗？那个厨房，这个是厨房，这一片。嗯，房间在那边。哦，就是这样啦。然后，不，怎么了？没事，我那个不小心被装备绊了一下。你小心点啊！你确定是装备吗？还是提到哪条狗了？哥，我没有跟你聊天，你不要说话。哎，你这什么话？芝芝，你在房间里面露营。让爸爸想起我小时候喜欢在客厅里面搭个帐篷，有安全感。哎，好玩吗？啊，好玩的。如果你们想玩的话，可以在花园里面搭帐篷玩。哦，芝芝啊，嗯，明年暑假啊，如果
你还想实习的话，你就回南吴吧。你妈，她成天在想着你，念叨着你呢，啊，连觉都睡不好。嗯。你回来吧，啊。芝芝啊，你毕业了就回来好不好？你离妈妈近一点。毕业的时候再想吧，还早呢。那你们去做你们的事情吧，我们赶紧搭帐篷了。啊，行行行，那你去玩吧，玩得开心一点啊。嗯，拜拜。有没有磕到？没事。继续吧。继续。嗯。来。